嗨，小朋友们晚上好，今天成毅哥哥要讲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，幸运的一天。故事讲述的是一只小猪被狐狸抓住了，小猪最后的命运会怎么样呢？是狐狸幸运的可以饱餐一顿，还是小猪幸运的逃脱了呢？一起来听故事吧。挣钱，让妈妈管着家，三人像儿一样身，我最最听话。我要一个家，幸福的家，爸爸妈妈还要我，从来不吵架。爸爸去挣钱，让妈妈管着家。爸爸的主意大，让妈妈管着他，我们三人一条心，什么都不怕。我们三人一条心，什么都不怕。一天，一只饥饿的狐狸正准备出门找食物，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。嘿，小兔子，小兔子在家吗？有人在门外喊。兔子？狐狸疑惑，如果这里有什么兔子的话，我早就把它吃掉了，哪有什么兔子。狐狸打开门，门外站着一只小肥猪。哎呀，我找错门了，小猪尖叫起来。没错没错，狐狸喊道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狐狸一把抓住小猪，使劲把它拖了进来。哈哈哈，这真是我幸运的一天，狐狸大声叫道，午餐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。小猪一边挣扎一边尖叫，放开我，让我走。狐狸说，这可不是一般的午餐，这是一顿烤猪肉，我的美味大餐，现在就请你到锅里去吧。
小猪知道自己挣扎也没有用了，好吧，唉，小猪叹了口气，那我就只能听你安排了。可是我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。狐狸吼道：“什么事儿？快说！”你知道我是一头猪，而猪是非常脏的，难道你就不想给我先洗一下澡吗？想一想吧。狐狸先生，我不干净。狐狸自言自语道，你说的也有道理，你的确很脏。于是狐狸把小猪绑在家里的柱子上，就开始忙活起来。他去森林里捡树枝，然后生火煮开水，这好不容易把水煮沸了，他又拎着开水倒进了洗澡桶里，然后给小猪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。洗刷刷洗刷刷，我要把你刷成世界上最干净的小猪，然后把你吃掉。小猪坐在洗澡桶里说，哎呀呀，你真是个令人害怕的家伙。狐狸把干净的小猪从洗澡盆里一把拎了出来，放到了锅里。好了，狐狸说，现在你可是村里最干净的小猪，你给我安静地待着吧。好吧，哎。小猪叹了口气说，那我就听你的安排。可是啊，可是什么？你知道我是一只非常小的猪，难道你就不想喂饱我，让自己吃得更过瘾一点吗？想一想吧，狐狸先生。狐狸自言自语道，你说的好像也有道理，你确实不太大。狐狸把小猪绑在柱子上，他又开始忙活起来，跑到菜园子里摘西红柿，然后给小猪做了一顿午餐，还烤了小甜饼给小猪吃。狐狸说，现在你可是全村最肥的小猪了，你给我进烤箱。说着，狐狸一把拎过小猪。哎，好吧，小猪叹了口气说，那我就听你的安排吧。可是啊，可是什么？狐狸叫道，你知道我是一只勤劳的小猪，所以我的肉特别硬，咬不动。你难道就没有想过先给我按摩一下，让自己能吃上更嫩一点的烤肉？想一想吧，狐狸先生。你讲的也不是没道理，狐狸自言自语道，肉嫩一点当然更合我的口味。于是狐狸又开始忙了起来，他把小猪放在沙发上，给他按摩了一下头皮，然后做了一个足底按摩。小猪接着说，这些日子我确实工作得太辛苦了，整个背都是僵硬的。狐狸先生，你怎么了？能再用点力气吗？小猪正趴在沙发上舒服地享受狐狸先生的按摩，突然按摩停止了，狐狸先生倒在地上累晕过去了。可怜的狐狸先生。小猪叹了口气，望着躺在地上的狐狸先生，他忙了整整一天，然后这村子里最干净、最肥嫩、最柔软的小猪拿剩下来的小甜饼飞快地跑回家去了。小猪一边跑回家一边叫起来，我洗了多么舒服的澡啊，还吃了那么丰盛的午餐，对了，最后还有多么惬意的按摩。好了，故事讲完了。原来这一天是小猪幸运的一天。小朋友们，机智的孩子运气总不会太差。成英哥哥想要告诉大家，提高自我保护意识也很重要，大家外出一定要待在爸爸妈妈的身边，不要随便和陌生人搭话哦。看见一棵树，看见黄昏和日出，生命中有个你，总在我身边守护。多远的旅途，多少个寒暑，和你在一起就觉得满足。有你就幸福，那是阳光。
树，看见黄昏和日出，生命中有个你，总在我身边守护。多远的旅途，多少个寒暑，和你在一起就觉得满足。有你就幸福，那是阳光是阳光的温度，爱是一双翅膀，陪我飞过山谷。有你就幸福，那是雪月的礼物。